关羽连空四刀。的话 ，A 技并不会上路，橘右京啊，技能加大招全空，全空了，他技能全空了，导致出神死不了。这边还要秀，完了这出神不走，回头想杀，再飞再秀一刀，这边出神出圈一二一。出神秀啊，出神真秀啊，但是有一说一啊，蓝猫把技能全交掉了，蓝猫第一波把技能全部交掉了，对着墙壁来了个二三连招，这关羽推到了，结果橘右京没技能你知道吗，橘右京没技能，还有技能全空了，第二波技能也没怎么中，第二波技能也没怎么中啊，说句实话直接被出神秀歪了，秀傻了。这这一波两个人都有问题，有一说一，这两个人都有问题，真的都有问题。第一波蓝猫对着草丛来了一套二大，结果没技能了，关羽推回来了，他没技能，有点难受。然后关羽再怼，技能有点空，两个人都有点空，一个没，真的是一下没怼到，全空。然后再等到出圈之后，全空是冷却的。同时，刚刚下这怎么能紧张成这样吗？掉了江城加罗的闪现往后撤，是然后关羽技能全空，蓝猫技能说句实话也是第一波全空，一切都是从刚才我们拿到先知主宰开始，两个人配合一下，留一个技能，关羽只要一个大招推一下，橘右京手里有二技能加大招，直接把出神秒了，你知道吗？能把出神秒掉，能直接把出神秒掉，真的。关羽的这个卧蚕草里，但是这一下，哎，这波出神一打二，打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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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换位躲技能，再换位，打不了，再换位，再换位，哎，一打二，难道要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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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关羽啊！对不，出神一打二杀了个关羽，但关羽几个技能太随意了。小怀你在造型吗？小怀这一把要当背景板，我靠！小怀要当背景板啊！我这个 C 了 ，C 麻了。一打二，下路这边四打三，直接推塔。我觉得关羽，你如果不顶出去圈，我觉得能接受，但你也不能技能放得很随意。出生本来是怂，胡慌的怂的，你技能直接踩掉，放技能，然后砍到别的地方，他就直接敢秀了呀。有狄仁杰在。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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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波 A 技直接是打出气势，这打出气势，这波炸了，这波炸了！看一下看一下关羽啊，米哥，我品一下关羽有没有操作失误啊？我品一下，就那下没顶到吗？那下没顶到吗？就那下，这个这下没顶到，然后那下也没顶到，哎、也没顶到，然后。哎呀，三下全空，四下全空，哎呀，我看了回放才知道小环这波太离谱了，哎呦，我没看回放，我还觉得也就空两个技能，我片面了，空了四个技能，全空了，我靠，哎，四刀一刀没中，是有点离谱了，这哪怕中一下一下，出神都死了，我的天哪，中一下应该是死了，中一下应该是死了，哎，四个技能全空是有点离谱了。然后其他人在其他爱吃亏，蓝猫还逃离，但是这一下掉了控制。我靠，锁两个，但是这地方怎么说？躲一个大刀劈，能秀吗？哇，还在秀！这波感觉双杀了，兄弟！哇，破镜！我靠，这关羽什么意思？哇！能够完成强杀，很夸张，兄弟，这一波杀二杀一个。杭州老干爹大哥心态大崩，心态崩了，兄弟，裂开了已经，这关羽心态崩了，现在。可以看到出尘的镜在大招开。